heading into a war zone now. You better be sure about this. 农历年八月十七，今天的资讯有。古墓丽影同捆版 Xbox One 公布，包含1T 版本的主机以及古墓丽影九代和十代的 Xbox One 游戏下载卡各一张，不含体感，售价399美元。这么重量级的现实独占游戏，同捆居然不是限定机，微软还真是把重心全面放到了第一方游戏啊。不过这下小编纠结了，是该全款预定呢，还是该等下载卡降价呢？神秘海域德雷克合集今天在欧服开放了试玩下载，大概有十来分钟的片段试玩。据玩家反馈，60帧的神海玩起来确实会有更好的体验，但是至截稿时间为止，港服都还没有上架游戏试玩。本作将在10月7日发售，容小编再次吐槽一下这个10月7日。预定实体版的玩家小期待一下提前偷跑吧。国行 Xbox One 版《我的世界》今天正式上架，售价129人民币，如小编之前猜的一样，在国行一周年的今天上架，并没有任何折扣。终于一周年了，小编也是从那段时间慢慢的开始做视频的。不多说别的了，希望国行越来越好吧。还有一点，小编没钱投资。